不能这样把它压死啊！都啊！要重点了，要重点了，要重点吗？还有一点点，别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加。压死啊！还有，你再吹一下。输了，行了啦。这边被搞了，我就把它磨掉就好。你直接从它那个线磕出去不是比较快？哦。Oh my god， 进不去啊！磕，我觉得我的手要长茧了。我的右手也是有，两个就好了，三个，我手好痛啊！知道我手好酸。对啊，嗯，然后嘞？可以吗？不行。然后呢？它已经出汁了。哎，有，很难，有一点点。我刚刚那边已经也是搬起来一点点了。又，快结束了！哦耶！哦耶！哇，那个纸卷一个那个管子给我，对对对。刚刚的那个打火石哦，这边。用吹的比较快。哇！我叫你给我一个那个卷的那个。你要卷什么？啊！